迷失之牙，你迷失了自我，迷失之牙。得，你别想补兵了。哎呦，这都没躲掉，拜拜，迷失之牙。也去找找蓝枪，给他点压力。不过蓝枪的英雄打野呀，不怎么掉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一定能蹲得到他。这把我就不先出皮孩了吧？你们发现没有？把把都有潘森打那个打辅助，看着没？现在潘森的英雄，你就想想，多火！基本上玩潘森下路一定优势，因为这英雄其实有点无脑，你知道吧？他 W 踩上去强攻直接触发带晕，伤害特别高，接一个戳那 ADC 直接半管就没。就是这个英雄后边的啊，后边保护 ADC 的能力啊不算太强。我这边他妈一个手在接水，一个手补刀。干哈呢？迷失之牙，想反杀呀？那是不行的。不过这英雄变大了，确实有点狠。刚才他这波死，完全就是因为他起了杀心，你知道吧？他起了杀心就是他死亡的原因，他如果不起杀心，刚才这波他死不了。提亚马特，打个红去，这包女儿啊，我看他也不想要这红，都五分钟了，这红也不打，我们把这红打了呀。这红 buff 呢？谁把红 buff 拿走了？这波不要从他屁股后边出来，因为从屁股后边出来也打不死这迷失之牙呀。他有跳，直接能跳到我们脑袋上，打不死。就在这里追他，补到没？我挡了一下，我特意挡了一下。对，你就飞我来，你一个刀就别补啊。小飞牌，
这波一过来，先九头蛇打掉他的骸骨，这波越塔。好大，好 W。上头了，这属于气急败坏了，你知道吧？躲一下穷途末路，没躲掉，假装打不过回家，让他以为我们回家了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回家，他生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的血不算很多呀，不过打着蓝圈应该没啥问题。这波在这等他，他指定过来打蛤蟆，让他先把蛤蟆打了，然后我们在这等他，不要这样直接出去，这样直接出去他肯定跑了，知道吧？先让他打蛤蟆，先把蛤蟆打了。好，这波法印用了，那就可以杀了，然后顺便打个蛤蟆。谢谢我的哥，又回血了，不打了。这有点盐，这没点盐这波他打不过我。当他套点盐的一瞬间，我已经不想走了。这波把他杀完，把塔皮都吃了，十秒钟有大。一小兵嫖骸骨，把骸骨肚层打了，哎，可以尝试一波越塔。被杀了，先摁波浪剑，一 A Q 放 R 九头蛇 ，W 球闪现平 A 接个 R 转起来死不掉，插个眼有针眼没关系，吃药。你呀是真烦人呢，我发现你没完了是吧？你有点过分了，这不上中路把他杀了。莫甘娜一点都不会玩，踩住直接抠啊，等等等等等，也不知道等啥呢。撕一层塔皮，你咋的呀？你要干啥呀？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绕一圈。
哎呦，这没办法呀，这必须得靠墙啊！我这一看呢，这拉尔上哪去了？没完了是吧？怎么回事呢？这给你赶客两波，赶客出自信来了呀！我这一看呢，这波千万别跑啊！这波跑了肯定是跑不过他，能跟他打就跟他打。我不行，这马上脱落了，我必须得给他拿了，回家起飞。打个红的，给我吓死了，给我吓死我了，哎呀，给我吓坏了，给我吓一哆嗦，哎呀，这亚索呀，我的天哪！恐怖游戏呀，我天哪，他怎么能从这里出来了呢？我可是服了，打个红的，这亚索可挺烦人的。不，他怎么死的呀？他咋死那么快呢？他刚把我杀了，他又死了。真的，这亚索杀我好几回了，每回都是他，我是真有点生气了。你别让我逮着你啊！你让我逮着你，我指定给你裤子给你扒了，你看着呢。怎么的呢？哎，为什么会吹波扣啊？锤石怎么死的呀？我没看见锤石啊，锤石怎么死的呀？你把我打疼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嗯？
假猴给打死的呀。我说我怎么吹一波坑，我寻思我一共就杀俩人。加了3600，不行啊，打个蛤蟆吧。亚索该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见着这亚索呢，我得找他去。这不用回，我们继续，马上我的死亡之舞就出来了。哎呀，这边兵一共补着俩，死了。哎呦，挖抓扣呗。好，死亡之舞了，回家了。其实我想出九头蛇的，九头蛇的吸血比死亡之舞吸血多。九头蛇有18%的生命透距，80点攻击力。死亡之舞才50点，这九头蛇怎么攻击力这么高？好高的攻击力呀！亚索呢？能不能让我找找他？亚索哪去了？谁能告诉告诉我？我的石头人，还敢在这儿打石头人？你们不守家了，不行，我必须得找着亚索去，我受不了这气，我必须得找着亚索，找一找他啊，在这儿等他，我越塔来，我越塔就杀这亚索，回不回来？你回头，你回头，你回头，亚索啊！投降了，到最后的最后，我们还是没有杀一次这个亚索。可恶，真是可恶！小戴呀，这包女儿，结个账吧。